瞅啥瞅啊？是不是以为是哈尔滨红肠啊？这可不是个红肠啊，这是个海肠。为了满足你们的好奇心，咱把它咔嚓了，咔嚓了啊！里面除了水就是点肠子，和辣椒一炒，非常棒。哎呦，看到没？哎呦，太棒了，一级棒！被渔船扔掉的河豚鱼，此鱼身上有剧毒，非专业人员不可食用。我也是出于好心把它就地掩埋，因为我怕海边旅游的游客被它这漂亮的外表所迷惑，拿回家吃了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咱家老铁觉得我做对的，能不能给我一千个双击？本人生物医学家，也就是你们口中的兽医，怎么了，墨鱼先生？啊，最近感觉背后的骨头比较疼，那好吧，我将它给取出来看一下啊。经鉴定，墨鱼先生，你的墨鱼骨没有问题啊！本人医术精湛。有朋友说天气冷了，你就不要拍作品了，这么辛苦的。这个作品哪怕有一个双击，一个观众，我就很满足了。祝看到此作品双击与不双击的老铁都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哎，咋黑屏了？听说双击呢？朋友们，今天咱们来个海胆爆蛋哈，先把它剪开哈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呀，怎么还剪碎了？这个作品已经失败了哈，爆不了蛋了。期待下个视频吧。最近的双击太少了哈，双击也不要了。